就是睡着的小朋友啊，他睡着之后啊，手都会一直举高高的，没有睡着就会掉下来，睡着一定都会举很高。你下次试试看，你看有没有睡着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的睡超熟，我怎么？他手举超级无敌高。快要去敲葫芦一下！哎呦！Double kill！ 孩子啊，小孩子啊，要看到妹妹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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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